来测试一下那组钓竿 ，OK， 好，关走。周哥，你没有带钓竿哦？没带钓竿怎么钓？哦，都在里面哦。不可能，不可能吗？我这个宽度这么长，你觉得不可能吗？怎么可能？对呀，钓竿放进来吗？对啊，哎，对啊，你钓竿放进来哦，秘密武器哦。小董说。 我怎么没有带钓竿？对啊，它就是这么小，可以很自由的偷跑。原来是偷跑竿，翘扳杆。你看我带的就这么小。哎，下不来，看到没有？好吧，里面这个宽度不到30嘛，对不对？你这样一张 A4 的这样。嗯，太扯了。对，没看过哈。等等等等，钓竿呢？对，这钓竿，而且这不钓竿而已哦，这是钓竿带卷线器。 这么神奇，这颗卷线器是海钓场哎，你等下用这个会不会爆卷啊？哦，等下试给你们看，好看一下黑科技有多强。这好，好，这弹簧卡的，折过来，好，哦，卡住，压下去，到底它会弹起来，有没有？哦，有，弹就不高，这样就是卡住了。对对对，这样就卡住了。好 ，OK， 那这一颗是你拿的，这个线等一下要换哦。 它这个是枪式的哦，这样有没有？哦，这样就出现了哦。对，放掉就出现，所以我们到时候内把一数。对，我们线穿完，你又哦，你看，好，啊，它这一卷就卡住了，好，这样子。它这个新型尺是调刹车，刹车松。刹车，对，好，就跑，就怕这个刹车力道没那么强，就是刹在这里。那我们现在要到时候要抛投的时候，就记得要开这个。 那这个是个线，我觉得好像要把它卡脆弱了，卡脆弱要换，要把它换掉。好，OK，先换线。这种卷线器就是叫封闭式卷啊。哦，这种一般大家比较没有接触到。对，你们比较没有接触到这种卷线器。哦，它这个压的时候就这颗，有没有？这根芯就过去的时候，它就会这样很顺的这样抛过去。哦，那你如果反手在，对，你卷的时候，它就卡住的时候，它到这边因为线就会勾在这里，出不去。 哦，对，然后大家一扣这根钩针，这根挡针就跑进去了。哦，对，就这样子。然后做一些有没有？我们看到那个结构。哦，有。对，打开这挡针打开的时候，就抛头出去就放开，一卷就跳起来，有没有？哦。好，哇，一点一点。哎，对对对，一卷就烫起来。这就是封闭式鱼轮，结合钓竿做的卷线器。 好，我们今天也来试一下这一组，看到底能不能用。OK，好，那就先换线了。好，快线，把这个线都抽掉了，就是都不要了，然后我们抽。先把它绕几圈了。可以了，不用了，可以了，可以了。不会的，你把装上去了，装上去了。装上去了。大概要几米？它卷到它变深了。就变深了。 你那个等下注意听到有点摩擦声音就知道了。钓场的鱼比较大，你这只可以吗？可以，试试看。好好好，哎呦，教授你绑什么钓组？这个一般的长浮标。哦，就一般长浮标。对啊。这颗是多少？2.5，2.5钳的浮标。好，挡豆啦，好这样子。然后中间一条中继线，然后一个转环，再两钩各多少？ 没有啦，那个最早60、90啦，好，大概就这样双钩，好，这样就很好用了。哦，特殊杆子，有我们丁师傅示范抛竿。 终于换人哦。 飞起来啊！麦去咧内底去。
你要羊肝再卷，不然你那个我怕你卷不动。太小了。哎，那好。好玩的。哎，你要捞吗？等一下。你那个线够哦。哎。哦。哦，不错。单手吃干怪怪的。对啊。真的很不小心，杆子就飞出去。好了，够了啊！好了，用这种就可以了。嗯、有啊有啊，啊这台嘞。哎呦，这样很不公平哦。吃力的，因为它的握柄很短。好玩好玩哦，好酸哦，这手会酸哎。哦，出现了。啊！哇！哎，脚粗，还不错哦。等下再哦。好。你爱不养爹啊，不养脏啊。来，老哥。哇！这个钓具还是蛮好玩的哦。好、哦、这样浪浪浪浪浪。对啊。OK 了。OK。我家教你怎么玩这个。哦，开始。把这个套进手。好，套进手里面。哦，套进手里。好，套进手里。套头的时候，这个直接把线卷到底。好、哦，卷到底。嗯，这边好，就是要压下去就好。好，然后抛到你要的定点，手放下就可以了。好。好。好。钓红鲨，红刷就这样。二档。好，轻轻的这样抖一下。好。那这刹车刚才。大概一半，因为它还是对动的会有一点兴趣嘛，对吧？哦。好，来喽。慢慢剪，慢慢剪，不要剪太快，那个杆子太硬哦，太紧吞。哦。刚才我拄啊线解较粗啊。
阿瓦准备了阿瓦，不用不用就飞掉了。飞了，好啊，那个可以飞了。减很慢，对不对？好屌，那人冲到这里，哇！左边，好吧，看着。第二株，第二株。哦，好厉害！厉害吗？厉害，厉害！哇，哇，第二株，第二株。好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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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有啦，卷啦，你根本就有没有打那么快，它都没沉，沉下去的啊？没有啦，让它拖没。对啦，对啦。OK， 很漂亮，好，就这样。呀，你这位置不错，包头的这位置就很好，好不好？我们现在挑战一人一次，啊，看谁中的多。好，然后输的就唱歌给人家听。唱歌。哎唱歌而已吗？啊，不要啦，要 come on 一下总是比较刺激啊。啊哦。我讲，中鱼，我中鱼哦。哦。说投降的终于哦，好，投降，终于，我中，假动作，真的是很难讲，本来要投降，投降输一半，对啊，没想到老天就给你一只啊。我也想说，差不多要准备接手了，说。对啊，我怎么想？可是呢，动作太笨了，太爽了。跑啊！掉了吗？还在啊。那什么？好刷啦。短一点，短一点，那收到底。人哦，没有不够高，真的很难过哈、哦。不要怕，把它放进来。走不动啊。压着线没，浮标到底压着线，前面啊对没。来吧。好爽、啊。好大、啊。好了，这杆没有丢脸了哈、哦。啊，对啊，本来要放弃了，说。啊，太爽了，太爽了哈、哦，高一点，高一点。好对好爽好爽好爽哦，加重终于海底捞月最后一批哦，终于有拉到了啊、哦、好用吗？这杆子你觉得怎么样？哦，很悲哦，啊，鱼很大，这边的鱼很有力哦，很凶哎，很凶哦，偏南海钓池哦。哦，前面没力，怎么后面这么有力？它前面跟着你游啦。哦，哎，双弓哦，不是哦，双弓的，两只吗？哇，两只啊，对了，两只啦。哇，难怪这么久。那我要拿我拉网的啦。你拉拉网好了。本来要这样叫你喝这样。哦，难怪。等一下，等一下，慢慢。我知道，我知道。双弓哦，双弓哦。双弓。哈哈，哎，你太慢走了，怎么打到双弓？我算
啊，这个我是你最爽，没有，但是等一下，哎，这洗塞呢，还要再补吗？不知道，等一下还没有了，还没打啊，烧热了，脚快打了。等一下，等一下，你等下再捞，等下捞我照一下，不会掉了。它这种肉质，这个没太短了，没得支撑啊。哦，它完全靠手腕的力量，全部靠手腕，很累，对不对？捞起来。所以这个新玩具还是不是很好用的哈。再来。我要就双峰，一只我不掉。没事。他把今天的那个气。没有，刚刚丢，丢，我想说堵篮多丢几下，哎，丢个怎么这样？哎，你自己抓着，没有拿杆子，哎，丢一个他弹不起，他扶不起来，拿两条。啊，对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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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靠近，靠那么远干嘛？对对对，人进来。啊，好用吗？来，杆子给我。还进来还能咬。对对对，再近一点呐，那么远。哇。啊，对对对，再近哦，那个一定有一个数字最漂亮。哇，再近一点，等下。啊，对对对对，等下哦，你不要动。哦，这什么钓竿帅呀、啊！哦，好，不要小看它哦，这么大的鱼双钩也没问题哦。这手真的很酸，是真的。真的，因为它真的没办法出力，你知道吗？那个鱼好吃哈、哦。好吃哈、哦，鱼好吃。好吃，它的鱼好吃。鱼好吃是吧？真的、哦。还可以再收，还可以再收。谢谢。哇！哎，对哦，我看，哎，口袋竿，哇，口袋竿，口袋竿，还可以全部进去的。哎，那我们刚才应该是大家背钓竿走过来说，哎，阿嘉仲，你今天来钓鱼，你今天来钓鱼，怎么没带钓竿？嘿，在这边，不许动。哇，好像枪，它卡住。神奇。我回去哦，我试试看那个刹车皮哦，换，看能不能把刹车值再加大。刹不住啊。一定没有，因为它是刹车皮啊，你可以把它。其实我刚刚这样拉，也没出现啊，也没出现。没有啊，杆子很硬，可能是。不是杆子硬是其次，是它的这个上卷太小。对啊。那、啊、你这没办法改啊，没办法改啊，因为它这种封闭轮，它的上卷就是这样子啊。是你我们正常这样一圈哦，你那一圈，比方说一般大概九十几、一百嘛，一圈嘛，这个三十而已吧，一点点而已，所以你卷不动它啦，不会出现。但是它的，为什么呢？因为它一拉，你手整个就跟着下去。对啊，我手轻呢，它的对再讲啊，就到十年斤斤啊，斤斤啊，是啊，你口袋一放哦，就直接就出门了。哦，再放一次给我们看吧，怎么这么可爱啊？哇，就这样，好，嘉仲，拜拜。哦，好帅哦，哦，这样就走了呢，放在口袋就走了。